最强的猎人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死好几次了。你看我很帅进去，但是我已经倒了好几次了。交给你了。没事吧，都打完了，你们才来。那假的，一七六可以到顶的了、哦，就是两个七的嘛。那我晚点来升。什么东西？没有、啊，就是巨魔之地等级啊。你等级越高的话，哦、巨魔之地等级可以越多，越多可以越高。嗯。嗯。这是什么鱼、啊？这是魔物鱼啊。玩魔物猎人，但是听魔物语啊，听无，就是要听无啊。哦，他已经开了，突然又醒了，皮都被剥完了，还醒得了？我找一下，有台中人吗？搭客运哪一站离冯家比较近？灭尽龙。那我继续去拍。呀、啊！呀、啊，被啃了一下。更变。装备，又一下，两下，八连，还是灭尽强，真的。可是我们打灭尽的时候是莫名其妙赢的，对啊。实验壳之后吧，我先有那个啊，魏王，对啊，就是比宝玉还难挖的东西。哦，嗯，很多装备算啦，需要他的眼壳。嗯。铜章。领金刺，装备强化阶段解锁。结束了，看动画喽。你是什么？你是掠夺族吗？哦，不是，怎么都从龙族啦？哇，也是虫龙族。
等下大师是把面具脱下来，猫吓到了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后面有啊。我现在是看他们在跟那个、啊、大队长聊天啊。他们不是在那个吗？集会所喝酒，然后大师的头盔放在旁边啊。猫咪走过去转头看到，然后啊，惊讶的表情啊。欸、我没有注意到。有吃眼壳？什么？我刚刚拿到吃眼壳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刚刚拿到是问号。真的假的？观众有人说我有拿到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是拿他眼睛的东西，就是来做道具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就一定要破坏的地方才比较好拿到。嗯哼。你总不会追下来吧？你追下来，我就要叫警察了。安安，算了，太久哦、oh. ，你是不是看到有人喝醉了？嗯。啊！喝酒，喝酒。妈妈喝酒。Icebook 结束啦。主线结束。主线结束了，后面还有更多东西要玩。是从龙族。哦。傻眼耶。天道众龙，要两块天可眼加一颗宝玉。那众龙就很可怕、啊，自动换弹的车甲、就是。就是你有那把之后，就可以一直刷眼壳，这个意思。哦，自动车甲，自动换弹的车甲龙啊。嗯嗯。哇，就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不用停的，听起来好爽啊。就走子弹问题而已啊。嗯。才是爆肝之旅，我是轻松玩啦、啊，没有到会爆肝啦、啊。你看哈，轻松玩，轻松玩。嗯嗯。他意思是下一个啦。巨魔之地是爆肝之旅。
哦，对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猫婆婆，我是不是没有回家？总司令。敢不敢给我盗掠一族啊？盗掠一族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哎呀，不，演奏一族的。我刚来找你们之前啊，有一只凶爪龙、被那个恐暴龙一路咬着，大概两分钟在逛街。哇哦！然后带着食物到处跑，可能就是恐暴龙心情不好，就直接往地上甩个两下，然后再走几步，再甩个两下，好可怜哦！凶爪龙也太惨了吧！我就在笑。结束啦！雷狼、金丝、玉狼、鸣翅。都在后面的东西、啊，只有雷狼是我们有的、其他都是还没开放的。也是，对。可是 PC 版不是说到几月三月还是四月的时候就会跟同步、啊、跟电视同步了？四月吧，超音赶美，硬要赶进度。那这样同步它也比较好处理活动那些啊，不然要安排两种活动。结束了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动画要看。谁 take 我？大家都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喵！天地皇帝龙体，哦体哦，我觉得皇帝龙比较好听啊，对啊，就跟那个啊炫辉一直换名字一样。你是什么？调查班队长哦，从龙族，最变境龙，对啊，龙结晶之地，去吧，去找他。那我等一下就大致跟你们介绍巨魔之地。好，就当个那个什么，那什么员？导游。防重。来，首先这个环境呢，采光比较好啊，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绿色植物啊什么的，还在介绍。然后里面的矿物啊，每个人看到不一定是一样的，不过他们出的位置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同一个点的每个人挖的东西不一样。
对，比如说今天这个固定的点是12345，啊，我看到只有135，啊，你可能看到是145这样子。哦，哦，对啊，可能就是一大家都有看得到，就可以一起挖。啊，可能就是因为看到我在挖空气，啊，我也看到你在挖空气，这种感觉。嗯哼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就是骨锤龙的背部不是可以挖吗？对啊，但是我们发现挖骨锤龙背部之后，我们获得了那个魔物的探索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叫 iPhone 那个诱发出你指定的魔物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骨锤龙背上一挖下来就是一个魔物，一个调查，直接挖个魔，对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这好赚啊！他背后贴的是悬闪单吧？然后就是现在倒地，每个都冲过去挖，在找悬闪单。对，本来都不在挖的东西，突然又开始挖了。然后等一下就是首先先让你们森林二等触发雷狼龙任务，然后三等之后可以狩猎那个黑狼鸟。哦，嗯。先讲这样子，不急啦，因为等一下先带导游吧。对啊，如果他九点了回来的话，嗯，导游回来了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要开个，哇，这个打架哦。这样有讲话，讲、哦、话。你讲话，你声音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嗯，还是你喝酒？你的麦克风对吗？你的麦克风怪怪的。为什么？你声音听起来很像喝酒。是因为我呆吧？没有，你麦克风真的不对。你看一下你的麦克风设定对不对啊？哦，我看一下哦，麦克风设定对啊。嗯嗯嗯，音量呢？是不是太大声还是怎么样？有声音吗？这不对了，这更奇怪。嗯，这多奇怪啊！我是觉得还是因为感冒的关系啊。你感冒、喔？你有？是不是杰克传染给你的？不是。哎呦！哦。哦，这里都还没探索过，都不知道。珊瑚地形，很漂亮，直接变珊瑚在一起吗？对。生态域竟然会共存。混合在一起，好酷哦！嗯，好咯，快跑！嗯。哦，哦，找到营地了。哼。Hello，Hello， 刚来南安。就可以安心调查了。
刚好九点了，太棒了！要来吃饭了吗？来第一次猫吃饭的这个。好了，我可以回去了，准备跟酱油的进度。就这个就先，哎、欸，还不能归来、欸，还不行呢、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说要去找那个咆哮声。哦，雷狼龙好像记了，找雷狼龙。所以看到以后才能回去啊。对。欸、不是啊，动画关错，不好意思，捕捉大家伙。通话。拍到啦！恭喜你呀、啊！拍这个任务让我想起超虫棍怎么玩。你要飞上去拍啊？要骑乘。骑乘，骑乘去撞那个啊，给那个猫咪去捆绑。哦，抚摸。好久没摸你了，对不起。哎呦，高清版雷狼龙，对啊，就是回归享受画质。嗯，哦，雷狼龙，变更随从装备，角龙。不要，你还是当布布好了。错死了！哇，高清版好帅啊！嗯。好了，可以回去喽。探索中归来啊，拜拜。找人，找人，找人！八八八八八八八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啊，有件事情就是厕所一下，你要先去。嘿，每天都要去找那调查女生哦。对啊，他有东西。先触发每日任务啊。会拿到那个大感谢票，可以做装备、外观，有的没的。哦。交给你。有了巨魔之地的地方了，23直接变39 ，OK。你说调查是说调查任务的哪一个吗？嗯。噔噔。送掉。占领饮水处吧。好啦，导游咧？他在啊。坏了。他在任务，但不知道在干嘛。我来偷看一下，有人说我拿到磁壳。看一下、喔。看一下。有的话，你真的是很欧欸。那不是打好几场才有，
对啊，磁壳吗？天地龙皇的磁眼壳。对，我靠，我有三个哎、欸，三个，对啊，你看得过、喔？我有三个、欸，我40等了、欸，哇，夸张，我直接有三个。欧洲人是你，可能之前我杰克我们两个打的时候，我地上的东西有捡，然后刚好也有捡到吧，搞不好，因为我们都那时候也都打脸啊。对啊，那、啊、头有掉下来吗？不确定，不知道，就是地上会有东西让你拨。有人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多个，我奶宅。没道理呀、啊！有东西我们可以播哦。有，就是要破坏。我们完全没有播东西哎，就是要破坏头部啊。你是像金羊角那样子吗？对，很不明显，一块很像一块一块。哎、欸，我有两个眼壳哎、欸，懒。我有两个眼壳哎、欸，那可以做重奴了啊。哎呦，所以是要几个才能做重奴？两个。哪一把、啊？伪王？什么天道还是什么的、啊？有人说一个，那他一个都没有，就有这么多个啊？那个什么回光返照天道？对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回光返照。是在最下面吗？他在龙骨那边。哦，看到了。有一个天道的眼神。有看到了。他是龙骨炮。我来做看看啊。龙骨啊，中。那这样你们打巨魔之队很轻松啦，因为理论上魔物是起不来的、啊。这么夸张？对啊，我们先打个阎王龙，就他们三个侧脚一个锤子，阎王就起不来啦。我就负责撞墙啊。我好像没做过龙骨奴，好，做一把新的。羡慕嫉妒恨，我可以直接做哎、欸，做出来了。酱油嘞，因为我有显玉。嗯，你在干嘛？在等你们。在等我哇！这是侧三哦，侧三的应该吧？还是侧二啊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我觉得侧二、欸。这个我看过白金穿吗？哈？侧二吗？我看他只要等什么？我穿什么？没有啊，就那个啦，星空的那一套。哦。你就穿那个会得到大感谢票啊，有几率拿到啊。那套我也还没解，可以，不然啊，不要好了，因为酱油解不到，因为要打斩龙，斩龙酱油应该还不能打。先跟酱油打吧。对啊，关台。很大感谢那个还有一段时间嘛，还很久啊，还20天。对啊。哦，他是贯通侧甲二三。对啊。二跟三啊、哦，二跟三都有。我还不能做，我还差他的鳞片跟显玉，显玉可以直接换吗？你要先有才能换。哦，是啊、嗯，你要有第一颗。我跟你讲，挖他胯下特别容易拿到，我都是这样子。我说我来检查你有没有咯，叮，也是胯下理论，原来如此。之后有机会再去打了，这不急。对啊，这个要等那个、有出来才能打，跟明灯笼一样。自由任务吧，嗯，就偶尔出的。是的。然后去拿魔爪。
魔爪。好了，我这边准备好了，有了放烟火，领个钱，装备更换，长枪确定。嗯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更高级的长枪。那长枪已经用好久了、哦，应该它研费应该可以再往后啊。你那把不是研费吗、嗯？对啊，我看一下。缺材料。好哦，缺的材料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应该是研费的那个吧。嗯 ，Master 素材。感觉是炎飞的鳞片啊、尾巴之类的。嗯。嗯。换马甲完了，换掉它。还有人一直在放烟火，舍不得走。嗯。可是要打巨魔才有。你是说